下面为了大家对卧龙刀的套路刀法有所了解，我把整个套路慢动作演练一遍。下面我把卧龙刀第一段演示一遍。下面我把卧龙刀第一段的动作分开讲解一下。起势，左手刀稍微抱起来一点，右手按在腰间摆头，两手经胸前交叉向下分上右步，然后上左步同时调掌摆头，一二，右手收回腰间，提膝同时推掌，上一步两步，第三步同时并步勾手，两手均胸前交叉分开摆头看右掌，然后撤步五花冲拳，步子撤步同时五花起来，收回腰间右拳，然后腰间冲出，两手交叉在胸前五花，两手穿出去变弓步，变弓步，然后跳起拍脚大刀挖地步，转身扫踢刀变突步，接着刀向前穿出，然后重心往回提膝起来，左手变勾手，接着落步，一二三劈下去，然后刀拉出来，左手出去上步劈刀，同时插步下来，
我把第二段弄弄，正常演练一遍。接着，再把第二段的分解动作讲解一遍。上步刺刀，刀收回腰间，由腰间平刺出去。接着，撤步提膝，刀磕回来。落步，撩刀，左手。护在右手前臂，接着上步侧踹腿，落步跟插步撩刀出去，翻身踢出去弹，接着你的腿同时都踢过来，割回来，连接出去，接着上步缠头。提膝捧刀，落步，步步刺刀，上步缠头，跳起裹脑，成功步，换刀，转过来，缠头，上步，跳步蹬腿，落步，跳起来，成斜步按刀。刀拉出去，裹脑，虚步藏刀，左手领刀，上步劈刀，点刀，跟插步，接着调出来，摆头看左侧，上步击步，撩刀正劈腿。落步，五花刀成马步。